奋的哦。哇哇，我听到有很有欢呼声了啊。对，好，那么还有一个对吧？还有一个哈，通常呢都双响炮的哈。第一个来过，再一次哈，那么来来来。那么我们的新娘呢，今天 Irene 呢，她我刚才跟她说了， Irene 今天晚上只负责一样东西而已。我跟她说你是负责笑，负责开心，最美丽的新娘就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些臭臭应该就交给你做就好了。来，还有意思吗？可以吗？我们的帅哥，交给你包一些。有一些难度啊，技术上的一些难度。好，没关系，还是我们先将第一支香槟，将它往我们的香槟面上跑，这样好不好？来，有请两位，来，艾米或者老公的手啊，两个一起往，将这个香槟呢往香槟杯上倒。对，两个一起来哈，一二三。那么我们的祝福的掌声也再次响起，这个是祝福掌声，祝福。